仗义勇敢和力量，皮皮鲁安全特工队，风尘仆仆在路上，安全隐患随时躲避，听到呼救声我们来帮你，发出那召集信号，伙伴们紧急奔跑吧，我的好伙伴，全部人都在一起，不要害怕，不要恐惧，要坚信一定会胜利，向前冲，肩并肩，我们是安全特工队，充满正义，很勇敢，淘气男孩，可爱善良，很热情，漂亮女孩，阳光的，开朗的，科学少年，大奇，大力勇士，皮皮鲁安全特工队作战开始，不要害怕，不要恐惧，要坚信一定会胜利，向前冲，肩并肩，皮皮鲁安全特工队，正义勇敢和力量，皮皮鲁安全特工队，大声喊求助呀！昨天那个节目简直，怎么可以那么帅呀、啊？真想亲眼见一下、啊、你这长相趁早放弃吧你长得好可爱呀、啊、你有什么事吗？爷爷送你非常好喝的饮料。我谢谢老爷爷、啊、别哭，陌生人给的食物是非常危险的。老爷爷给的应该没关系吧？不行、啊、我们不需要饮料。小破孩疑心病这么重，怎么上当呢？有点可疑。真的有点奇怪。你也觉得？哎呦呦，谁来帮帮我呀？哎呦呦，我好像骨折了。你还好吧？你能帮我送到医院去吗？好的，您抓紧我。哎，我叫警察来吧。不能报警。您的腿不是骨折了吗？我突然不疼了呢。一开始就很可疑。什么？小孩搀扶受伤的大人不是更危险吗？伤势有可能加重啊。是吗？这次一定要抓到手才行。必须的。水晶球塔罗牌这位来哟，水晶球塔罗牌美梦成真哟。什么呀？好神奇。皮皮鲁，这个老爷爷看着很眼熟啊。看见了，看见了，你住在五楼，很喜欢小狗、是吧？您怎么知道？你喜欢长得很帅的明星啊？怎么知道的？真的好准啊！进入这个袋子可以看到神奇的东西。你不好奇未来的白马王子吗？未来的白马王子？哎，不可能。不是谁都能看见的，就像鲁西西这样漂亮聪明的孩子看得见。真是的。但是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呢？要不我进去。那我就稍微看一下。突然感觉好困啊。陈启三，帮帮我们，请帮帮我们。安全特工队，请回答，出什么事了？皮皮鲁，鲁西西被奇怪的人绑走了。什么？安全特工队出动，安全特工队作战开始。皮皮鲁变身，亚奇变身，罗克变身，安全特工队出动。鲁西西，我马上去救你。超限发射器发射。站住，那个家伙，放开鲁西西。又来一个，切，麻烦死了，出来吧喵伯特。
现在怎么办？就算是机器，它不还是猫吗？太棒了！大家，是这边。罗克，用元素锤挡住道路。鲁西西，交给我。好的。趁现在，力量升级，罗克元素锤。接住我，好重啊！又失败了，安全特工队，下次绝对不会失败的。鲁西西，人迹罕至的小道非常危险，尽量走行人较多的大路。陌生人给的东西千万不能随便吃。看见受伤的大人，报警是最明智的，很有可能是为了引诱小朋友在说谎。绑架诱拐安全守则完成任务。我好像真的看到了白马王子哎。鲁西西，你那只是做了个梦。鲁西西什么时候能清醒过来呢？什么？妈妈给了我们幸福生活，但是危险存在身边每个角落。今天就由安全特工队来说说，良好习惯别惹麻烦怎么去做。送你百条命，绝对不嫌多。